是用军中情人的这样的意涵集合哦，就是当时邓丽君小姐绕军的时候传唱的这些歌曲，那透过我们云林的这个流动艺术响宴这个品牌跟维勋餐桌的品牌，那把活动呢就是透过这一个就是戏剧的方式来做一个展演。那除了在1月27号央广从3点到整个8点哦会有流动艺术响宴维勋餐桌的活动之外，那在1月29号也会回到我们就是邓丽君的出生地，就是包中田阳村的这个故居来进行哦，就是缅怀邓丽君小姐今年71岁的这一个千言万语的一个音乐会。2020年就已经将1月29号定为邓丽君日啊，所以呢，每一年的邓丽君日呢，我们不只是云林县政府，还有我们邓丽君文教基金会，那还有我们的啊邓丽君呢文教协会哈，那都共同来举办啊。那今年度呢，我们啊在1月27号在我们湖尾央广哈影音基地来举办我们邓丽君的一个流动艺术响宴，因为她是我们永远的情人，军中的情人哦。那所以呢，在当天的下午3点呢，我们邀请所有的好朋友，热爱邓丽君歌曲的好朋友，当天有很多的美声献唱哈，那当然也有美食了哈。那所以呢，我想我们透过美食，透过美声，让大家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下午哦。那同时可以在这个时候缅怀我们邓丽君呢，回忆她在生前呢所有非常精彩的这个表现。